我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杀，是一个自杀的事情。就是说这个自杀，我们一定要引起非常的注意。就是说疫情的时候，特别是你像我们听到的，也医院里面的有护士自杀的，纽约有这个 ED 的医生 director，就是 ED 的主任，他自己得了这个非典，然后他COVID，然后他治好了以后，他自己自杀了。所以说还有前不久，就是前两个礼拜，就是加州有一个小孩子，11岁的小孩子，在家里面上网课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他就拿着他们家里人们的枪，把他给自己给打死了。这个就是，你像我还有一个我有一个年轻的病人，20几岁，他20几岁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她在一个 night club 里面工作，由于疫情的关系，她没有失去了工作。然后有一天开车开得好好的，突然一下子他觉得这个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了，就是车里面有一瓶药，有一瓶这个去止痛片，他一下子把一瓶药全部都给吃了。所以说自杀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希望我们每个家里面都不要面对这种，不要有这种问题发生。但是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这就是100%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尽100%的努力去预防这个事情的发生。怎么样子去预防呢？Communication。你一定要和你的孩子去谈这个事情，特别是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要去谈。谈这个自杀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文明方式、文明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你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会跟一些人谈论一些自杀的问题，跟家长、跟孩子、跟老师，大家都回避。他说你如果要是你跟孩子会谈这个自杀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让他们想到这个事情，自杀的这个事情，会给他们这个念头，然后让他们去有这种行为。这个不是的，你越谈的越多，自杀的发生的可能性会越小。趁着他们在没有自杀的想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谈。这样子的话呢，是谈别人的事情，不是谈你自己的事情。比方说你看到新闻里面有一个孩子自杀了，你就要和你的孩子去谈这个事情。你说你问他，你说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想法？有的人会说这是 stupid， 那么你就会这个切入点，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他是 stupid 呢？他觉得他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了，他做出了这种选择，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是 stupid？ 你就是说怎么样子预防这种 stupid 的行为发生？然后有的人会说非常 sad， 我 feel very sad about what happened。 为什么你会觉得 sad 呢？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种 sadness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周围？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没有这种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和你的孩子去谈这些事情。你谈的越多，等到他一旦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来到他的心里的时候，他就会没有顾忌的告诉你。这个机会不能够失去，你一定要和他谈，让他知道有没有这种想法。当他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谈了，然后今后慢慢的，哎，你就会，他就会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挣扎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等到他不告诉你的时候，他做出来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就是一定就是很晚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关于自杀，你一定要和他要不要避讳这种事情，一定要谈。第二点就是呢，自杀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自杀行为都是一种冲动行为，就是在我们要么就是说觉得很无助的时候，很无望的时候的一种冲动的一种行为。过了这一段时间，也许就几个小时，也许就是一两天的时间，我们过了这一段阶段以后，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当时的这种判断，我们当时的这种对我们当时状态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个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有少部分人他一直都会有这种想法，而且他从来都不告诉别人，这个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一种冲动的行为，都是可以预防的，而且我们要越早预防越好，要尽量的把这一个当作一个通常的一个普通的话题，在我们家里面和我们的孩子来谈论，这个是最好的预防办法，我觉得。好，谢谢各位的时间。谢谢王医生，非常宝贵。丽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你先分享一下。因为汪医生讲到这个呢，其实我也是想提醒大家，因为有一个统计数字哈，就是说一个人在一生有多少的人一生当中想过自杀这件事？调查结果是85%想过，不是说自杀，就是想过有这种冲动。85%的人都有这种冲动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在少数，包括我们自己在座的可能各位成年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某一个瞬间自己都想过这样的事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但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就是在一个冲动期。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成年人能够想一想，或者因为有其他的责任，有其他的事情打断的事情，但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们非常的冲动，就有可能做出一些过，就是不好的，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所以汪医生的提醒，我是觉得，我们有机会就是一定要跟孩子谈，其他的那些 ADD、抑郁症，其实都还是可以治疗，都是可以有时间去谈，可是这个自杀的问题，千万别掉以轻心，包括我们自己哈，就是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在你自己的压力很大，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也知道85%的人都想过，所以这也不需要，你可以找人去谈，可以去找人聊，因为我知道很多的青少年有一些的这些 ADD、ADHD 或者是抑郁的问题呢，那影响到很多的父母，他本身他也会被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拖进来。我见到很多的家里面有这样的问题的孩子呢，父母也有这样的挑战。所以呢，我如果是从我的角度，我就是鼓励，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可能你从孩子的角度考虑，刚才汪医生讲很多，你也从你自己的角度去考虑，你可能这个时候你要调整孩子，也需要调整自己。就是说，做父母本身，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你首先你要调整你自己，你才可以帮你的孩子，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知道，就是就好像刚才汪医生讲的那个妈妈，她知道什么是对的，她没有办法，因为她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就有一点提醒，就是说不要光盯着孩子，认为他们好像哎这样那样，可是不要忽略了，因为这个孩子受我们的影响，特别现在疫情关在家里面，有时候就是说孩子被我受我们影响，就是。是很大的，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比例哈。